水洗掉它就行了，你也不用卸妆来加什么。你们平时去外面用的这些防晒，你看这种的话，来，然后我擦都擦不掉。来，这是一张纸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看，全部都是色素加的嘛。这种防晒千万不要去用，用了对你的皮肤不好。来，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这边是不是用了我们家的防晒？来，我这边是用了我们家的防晒，现在还水水润润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张干净的纸加的嘛。来，我先把手擦干净一点。来，我再拿，来，我现场给你们拿一张纸，看好啊。来，你看掉了没？一点都不掉。来，你刚刚在用别的家的防晒，全部都是色素加的嘛，明白吗？所以说唐总，你这一款辛苦怎么脱它都不会脱，这么辛苦研发的产品，你拿完这要六八，我觉得太便宜了。来，所有家人都给我保密啊，所有家人给我保密啊，因为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去，我们不能去做乱价的事情啊，好不好？大家看图片上是几瓶，大家看图片上是几瓶，给我扣到公屏上。你们现在看到链接上显示的是几瓶，扣在公屏上，扣在公屏上。而且我们这个是孕妇、哺乳期、敏感肌都可以用的防晒，家人们，来，你别在那里偷偷拍，我看到了，家人们，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赶紧去抢，不要被他抢了，好吗？家人们，防晒的话，男女老少、小孩子都可以用，女人、男人都得用防晒。有家人，只有两单，只有两单了，来。来，抓紧时间，家人们，对你们扣的一点毛病都没有，完全是对的。来看一下我现在手里是几个，没有了。看一下我现在手里是几个，没了吗？我手里没有了，姐。你们对准我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我只能，我图片上只能这样子，对，图片家人们都懂。一张，我图片只能这样，我的家人们都了解，都懂我，好吧？但是实际我给你的一瓶的价格。然后家的每一个人你拿到都是这样子，保密，要让他们好不好？保密好不好？所以说你们拍到一张的图片发的是发的这个，因为这个是真的是高端的，这个真的是高端的。家人们，我问你们的意见，我说你要一般的还是好的，是不是？家人们是说要好的，所以我给你们上这个好，这个确实好。哎呀，家人们说我正在付款，咋没了？啥情况啊？你是不是拍了？我没有啊，家人们。你们是不是刚刚在付款，然后拍没拍到吗？没拍到，你看这么多人刷没拍到，没拍到，这么多人带节奏，你还说你没拍？来，老弟查一下，查一下，给我踢一下，来查一下，踢一下吧，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。来，来，好的，来，还是来，珍珍，你给我找一个，你给我找一个那个什么修复的，好吧，晒后的那个。来，加这么，你们去海边，然后有时候去海边，为什么感觉去海边，然后红皮肤红红的，怎么办呢？来，家人们，那个修复的唐总有那个小的，小的要不上了吧，咱们你别那么小气好不好？但是、你别给我丢人，但是这个太大了，家人们，他要让我整这个200毫升一包的，这一包顶别人4-5包的容量，他这个一包就顶别人4-5包，而且他抹完的话特别水润透透的，你看这一包很大，200毫升，你看我的天，我就挤一点点，而且的话特别水润，我挤的有点多啊。你们这一些你都可以抹全身了，抹腿抹脖子，你只要出去外面晒过太阳，你抹完回来冰冰凉凉的，就像给你们做了一个水疗，做了一个 SPA， 我的天哪，皮肤就像进入一个夏天的冰箱一样的感觉，家的嘛。但是唐总，我这个想要，我因为我现在总是去海边，我必须得。你等一下，我是给家人们放完了，让你这个拿一个，好不好？那我必须得。我跟你们说，你知道咱有多奢侈吗？咱有多奢侈吗？所有直播间的老爸老妈，我告诉你，咱直播间有多奢侈。你除了在我堂堂这儿，真的，你去谁家？我跟你们讲个秘密啊！我跟你们讲个秘密，不要对外说。你知道这是啥吗？家人们，你猜这个是啥？天哪！这个是啥？这是面膜，家人们。而且唐总，这个是维生素的，不是普通的。家人们，这个是面膜，就是咱们不，这是面膜，面膜。家人们，听我说完啊。为什么我说咱直播间老爸老妈们，你们太有福气了？你们真的，你们这个是面膜，但是答应唐唐，回家擦身体去，咱不差东西，知道吗？因为你们的女儿是做工厂的。从现在开始不擦脸了，不擦脸了，听到没有？出去晒了太阳，防晒一洗掉，直接涂身上，给咱身体做个面膜，是不是觉得特别奢侈？
觉得特别奢侈，咱扣个一。家人们，这个是我们用脸上的汤汤给你们做到全身做示范。我说这一款不准说面膜，谁都不准说是面膜，知道吗？不说，自己人知道。不用说，涂身体，涂身体，谁出去晒了太阳，回家涂身体来，一包不够，两包。不是，汤总，咱们一包就行了，咱们拿两包，够了，拿两包来。家人们，我给你放的这个袋子非常大，对不对？你回家赶紧涂到身上去，晒了你就放到身上去。我都不跟你说面膜，你们谁家女儿给你们买面膜擦身体，给你们面膜擦身体，但在咱们家作为我的老爸老妈，你们一定要这么做，好不好？来，加两个，再加两个，所有拍了防晒的家人们啊，咱们加两个。来，家人们，那唐总刚刚都拍没了，就只能把那个某人踢掉喽，是不是？踢快点给我加券，来，再给我上十单，再上十单，家人们啊，所有拍到防晒的家人们，我给你两个，来，3、2、1，上车！一号链接刷新剧本。刚刚拍到的再加两包维生素，赛后修复。所有家人们，让你一个夏天冰冰凉凉的，拍到了全部168，一共是5样东西，3瓶防晒，再加2包维生素 B5， 这个是我们唐总给的福利，而且的话本来是给一包都不愿意，他直接给2包，1包200毫升，1包顶别人4、5包了，家人们，我的天哪！那唐总我拍一张吧，我都介绍的这么卖力，我拍一张行不行？家人们，别拍，让家人们先抢，单数不多，让家人们先抢，让家人们。你急也没用，一张都不给你留。家人，小慧清出去啊！来，来，我教一下大家怎么拍。抓紧手速，今天拍到的全部领完券168，不是268，168。拍进去点立即购买，立即购买的同时一定要填写完你的地址。老爹老妈们，堂堂今天全部给大家发3瓶防晒，再加2包维 C。我不说别的了，就168这么多东西。家人们，你们拍到货，明天的话我亲自盯着发货，你们相信我，我亲自全部盯着发货，你们放心，拍到了我明天全部我盯着发货，点进去点立即购买，然后某微某宝去支付提交订单就可以了，一定要提交订单，没有提交订单真正看不到你们订单，我这边也没办法给你们发货，你知道吗？拍到了5单这么快，我的天我的天啊，你看啥情况啊，那么快，我们刚上车1秒秒抢啊，我的天哪，家人们，我不说别的，家人们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防晒这一瓶的话，你看这个包材，它连盖子都是这种精度的。叔叔阿姨不知道什么叫包材，哇，不是，我们看好的东西得看包材，不好的你知道吗？叔叔阿姨哥姐妹们，你们知道有一句话吗？始于颜值，忠于品质，包材好的东西你别说里面的料体了，而且它全部每一瓶都是标澳大利亚进口的，都是1899，而且都是50倍的，啥情况？怎么车又要没了？家人们，啥情况？不可能吧？你们赶紧去跑！还有两单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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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姐，这个能留一单给我吗？家人们，你要给谁买啊？我要给我女朋友买。你要给女朋友买？有，今天520了，他还要加班。哎，我们的助理说他要拍一单给他女朋友，家人们，咱们让不让他拍？不让他拍。我这个于心不忍，但是我又觉得不行，你先让我们直播间的老爸老妈抢完，先抢了，他们抢了，先抢完，有剩一单单给你，对，好不好？有剩一单就给你。对，挺有心的啊，我的助理说要给他女朋友买一单，好吧，家人们先抢啊，多出来一单我给他，好不好？还有一单，太可爱了，真的太可爱了。说那么好，送那么多，他们不会用，有什么用啊？还有一单没了就没了，家人们。说句实话吧，老爹老妈妈，今天咱们就是一种缘分，相聚在直播间刚好是520这么美好的日子，给了怎么的，对不对？都是我们唐总的，我们唐总补贴的，而且我们唐总的话168直接给5样东西，而且他都是全部他用他的钱补贴给大家的。没，我觉得这个家人们，你们体会不到，你们真的现在体会不到这个，对，这个东西就是啥叫自用款，你知道吗？啥叫自用款？这个就是唐唐的自用款，
有的时候我出去嘛，就不想去擦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擦这个也会感觉气色好一点。嗯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感觉擦完之后感觉气色好一点？而且母王的话，让你的皮肤不容易就是晒伤晒红，而且让你的皮肤不会容易长斑斑点点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太阳晒得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会干燥缺水，所以说防护一定要做到位。你防护没有做到位，努力都白费。来吧，姐。啥情况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怎么这么快没了？嗯，抢那么快有什么用啊？你是不是抢不到？还是说你都被你偷偷拍了？对，你拍了没有？你啥情况？我看看。家的吗？助理看一下什么情况啊？我这边看到那个后台，但是不同那个账号，但是那个也是那个福建 IP 的。哎呀，你这样子吧，你要不走吧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我等一下把小慧踢一下啊，不可能都让他拍的啊，我们也不傻，好不好？给老猫都没拍到。牡丹石滩的，等一下我肯定要给他踢掉，知道吧？我肯定要给他踢掉。家人们，这个是唐总，我们就是他自己补贴给的礼物。你那珠宝呢？给不起了？啥意思啊你？啥意思？你不是上一轮还给珠宝吗？他在激你，唐总，你别等一下，你别听他的，他故意在激你的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们唐总给这么多了，你啥么意思啊？你是觉得厉害吗？你来，唐总，你别听他的。这样吧，既然说到这儿了，上一个品送这个品也送吧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别说了。哦哦，呸！给，咱们是不给了，但是咱们也不给了，给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我不知道他想搞什么事情，但是家人们，我对我直播间的家人们都是真心实意的，好不好？他激我也好，他怎么说也好，没关系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，我对你们，他激我，我对你们好点，我觉得没啥，真没啥。他也没有说他让我对他怎么样，我可能做不了，但是我对你们没得说，好不好？真的打心里没得说。唐总，你就是人太好了。你这样吧，我们准备的，助理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我这个，我手上这个。不是这个，咱们别拿出来。为什么不能拿出来啊？这个太贵了，这个咱们得挂。这个没事儿，那你重新挂个链接，唐总，咱们重新挂个链接呗。你这个做链接需要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，那加咱们就算了吧，不上了吧，等两个小时咱们也下播了，好不好，唐总？你先坐着好不好？确实要等两个小时吗？是的，这个要审核的，这个你看。这么好看，这个不是你这样吧？那我们就这样来，所有拍这个防晒的，现在有20单、30单，没多少吧？哎呀，这边看到还有30单。那就这样吧，来，家人们，我手上戴的这个啊，所有拍防晒的家人们。所有拍防晒的家人们，然后给大家送一个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你看一下唐总这个不要吧，这个是蛮真心的。每一个来拍防晒的吧，给一个，好不好？来给一个。姐，这个高货来着，你还要你又做不了链接，你又不是我不让你做链接，你们做不了链接，那就来吧，上吧，好不好？因为上一个送了，这个也给了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你知道啥意思呢？唐总就是说你们刚刚拍的防晒，这个也给了。我手上戴的、这个、就是同款，跟唐总同款的，来，好不好看？当这个不多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只有5单，只能再上5单了，没了就没了，就刚刚拍到的也给。刚刚拍到的给啊。是的。然后等再上，再上只能上5单了，上不了太多了，行不行？好。来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，主要是我身上戴的这个东西有限，对，知道吗？而且你看一下这个闪度，它是包圆上的，旁边再镶了满圈大，而且的话可遇不可求的满天星的八星八箭的一个切工，我的天哪！那这样的吧，这个只能5单了。那你别拍，你干嘛？来吧，来，家人们，来，咱们上5单，家人们，咱们需要的，防晒的家人们，你别错过。对，今天168你带走3瓶加2个修复的膜，擦脸、身上哪儿都可以，放心大胆的用。只要有你堂堂女儿在，以后我让你们把面膜当体膜用，好不好？同时，
我还要给家人们一人加一个我手上的布灵布灵的戒指，好不好？然后但是我只能先上五单了，因为这个有限，好吗？这个有限啊，但是你跟我在一块儿，家人们，你们只要有糖糖女儿在啊，你们用这些东西以后就是这样子吧。唐总，你我觉得你有点小冲动了，要不这样子吧，你让他走吧，他越激你，你就越给家人这样子。哎，今天开心啊，无所谓，反正只要他不抢到，只要我的家人们抢到都不是问题啊。来三二一上，商家的一号链接刷新积分，一共的话六样东西，刚刚拍到的戒指，再加一个戒指，拍到的五二零，唐总给你们的五二零的礼物，家人们开不开心？开心的打在公屏上，今天晚上老爹老妈妈做一个美梦，好不好？所有叔叔阿姨哥姐，今天五二零让你们开心起来，所有家人们开心，对不对？早拍晚拍的都给这个，但是现在只有五单，五单拍不到没了就没了，家人们，孕妇哺乳期这个防晒都可以用，品牌的欧素菲的，家人们，大品牌的，家人们，拍到的一定要去，而且我们这防晒是50倍的，不是20倍，不是30倍，50倍哦，家人们。那这样子吧，唐总，我想留一个，我戴也好看，你给我戴一下吧。对，那我戴一下行不行？戴，家人们，来，家人们，我戴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随便戴都特别好看，你看，布灵布灵的，家人们，女人手上一定要戴一。今天五二零，如果你们老公没送给你们，你自己整一个，对不对？老公没送，自己买，自己买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来给唐总戴上。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今天拍到了跟唐总同款一模一样的同款，里面的话还带小本本。都给大家带上了，小本本都给大家背上了，全部都是有配礼盒的，放心放心。拍到的家人们，明天真真亲自盯着你们发货。拍到的168两瓶维生素这一个修复面膜，全部去抹，而且是大包的200毫升，再加3瓶防晒，再加一个钻戒。还有三单，太炸了！我自己都觉得太炸了。来，家人们，家人们疯狂！我这会儿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自己都感觉有点，哎呀，开心！真的，我这替咱们全家开心，我觉得太炸了，真太炸了。真的，一神姐，你真的很开心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你看看。到自己家了，咱们就是大气，就是大气，大家玩的开心就可以了啊！来，家人们，开心的打出来，家人们，今天就是要让你们开心更开心。520今天在一个美好的日子，今天我们唐总的话给你们准备了这么大的礼物，希望以后的话我们相聚在直播间，下次再来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唐总，好吗？我们唐总一个人真的确实现在挺难的，好不好？真的是他为你们着想，这所有的礼物都全部给你们整上了，能整多少的他巴不得全部给你们整上了，家人们都没东西了，身上有啥都整上了，真的。身上有啥就给啥，给啥？我的天哪，这福利太猛了！你看他都急得蹦脚了，还有两单，对不起，是幸运啊，成大，真的是。最后三单没了就没了，来最后三单了啊，家人们，来拍到了最后2单，家人们，还有2单，开心的打出来，开心的打出来，家人们，不说别的了，今天的话，希望你们今天就是说拍到的自己用，不要去送人，给自己用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对不对？不管年纪，我们老爹老妈50岁、60岁、70岁、80岁都可以去用。我们长大不管什么年纪，一定要对自己好，一定要对自己好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所以说今天520在一个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拍2单，那就是给6瓶防晒加4包这个维生素，然后再加2个钻戒。你来，我再教一下他是怎么拍吧，教一下老爹老妈。还有1单吗？还有1单，可以自己留一个，给姐妹留一个，可以给女儿一个，自己带一个，是不是？拍2单就2个戒指哦。来，我教一下叔叔阿姨哥姐妹们怎么拍啊！点下面的这个小车车，点进去，点这个小车车，一定要点这个车车点进去。你没有点进去哦，老爹老妈是看不到的，看不到我们订单看不到，我们就没办法发货啊！点这个小车车，点进去，点立即购买，点这里点立即购买，点立即购买，填写你们的地址，某微某宝去支付，提交订单就行了。然后的话，家人们拍2单你就加，再加一。拍1单就是一，拍2单你就加到2，家人们，然后只有1单了，我就不跟你们抢了，家人们，没了就没了，运费
所有家人们拍到了全部明天发货，明天全部发走。所有家人们一定要现在去抢，因为只有一单。我怕真真，我现在点下去，我连一单都拍不到。家人们，就一单没了就没了。开心的拿出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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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谁可以抢到这一单啊，家人们。拍有什么用啊？开心。